韓國男團 FIS 成員 Raffy 呢日單拖嚟香港出席聖誕活動。身材高挑的 Raffy 就算穿着全身黑色都依然十分顯眼，只是戴眼鏡的他笑容滿面，不時都跟 fans 揮手。fans 都可能拍了不少漂亮相，沿路都忍不住不斷笑啊。下午三点 Raffy 已经换上西装抵达活动现场了，现场的 fans 亦都已经准备就绪，他在台上面教 fans 滑雪。跟住佢就，你不要只是望住 Raffy， 望镜头，一起跳舞。演唱的时候仲行埋落台握手，真系派尽福利啊！难得来到香港 ，Raffy 谂好做咩未啊？저진짜놀러오고싶은데놀러와서아까말씀드린대로팀성온갖팀성을다먹어보고싶고그리고에그타르트도맛있잖아요에그타르트도너무먹고싶고버거는오늘먹을건데요공연해서여러분들이랑같이콘서트도하고싶습니다그럼圣诞节又准备点过呢아사실제가크리스마스를계획하고보내본적이없어요기회가된다면좀따뜻한실내에서와인을조금마시면서그러면서작업을하고싶습니다